蒲公英跟泡水喝有哪些功效呢？实际上呢，蒲公英呢，它全身呢，都可以入药的啊，它是一个蒲公英呢，一个干燥的全草入药。同样呢，蒲公英根呢，它也有具有像蒲公英一样的功效啊，它们都属于呢苦寒类的药物，归在肝胃经里面。功效呢，主要是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、利尿通淋这三个功效。临床上呢，我们常用于呢，第一个呢就是各种皮肤感染啊，比如有些疔疮的疔疮这个脓肿啊，还有一些感染性的这种毛囊炎啊，等等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瘰疠，也叫淋巴结核，包括急性或慢性的淋巴结核。